没关系。当我不存在。不会晃动。对呀、啊，它也是有它的脚。对，也是可以装。因为以前我不爱拍的时候，我手都不能乱动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这个我就可以。而且也可以这样子拍下面。可是你说那个4000多吧？四千。那时候买4700，现在变4300。对啊，你上次也过给我，4000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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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300了。
现在还变比较便宜。就在那个网络嘛，长棍嘛。对，你要吗？长棍吗？长棍买不到。这个网络嘛，对吧？对，你要的话你，我找网址给你，你先去看看。我是想，你先去看看。没有，我是想这个回去印你的这个 A 对啊，你也可以，这也是可以按哦，可以左右啊，对啊。哦，是啊。我现在是拍他们，但是我也可以拍我自己，我可以直播，我可以边走边讲话。哦。对，你就可以拍他们说，哎，我现在在印尼啊，我在干嘛的啊？你要边拍边走，然后边拍边走，看都没有事情。可是它不能拉很长的。或者说你有养宠物，有小狗的话，你可以从下面拍的。这样都没有问题。我是想在四月回去，我需要的棍子了，可是棍子那个也不能动，那也可以动哈。这个主要就是像我这样，左边动，这样，像这样子。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他就会跟着你动这样子哦。这是上下的，然后还可以，他这边有分，他会配着你慢慢上慢慢下，然后慢慢左慢慢右。那个是充电的吧？对，就充电的。然后这个全部锁定的，他就。对，你看，它就永远都是这个画面，你不能左右，对，左右的话，它永远都这个画面这样子。你看，我通常会用这个模式啊，对。然后这个你买这个而已，4000多，然后脚那个另外买吗？他会送一个脚，但是你可以上网再多买一个脚架。是啊。对。啊，这个脚架自己买？要交500块。对啊。去前面拍。你要去陪帮忙跳吗？没事，你没有去，你可以跳啊。
从开始先知道你要买个 skate， 那要去跳吗？没有，那不要了。他想要解那个球，不是 ？I wanna play。哦，不知道你要买个 skate。Yeah。哇，我的脸！都是后边进来啦。我说没去可以去跳啊。又要去运动一下，没有，你等下去呢，他帮你拍。对啊，放松，真的哦。你给他手机玩就好了。不像给他手机的话，他还会吵到家吗？
不是会。妈妈嘞？哦，哦，very good， 开心了，开心了，阿比阿比。